胖胖虎，超级救援队，救援出动！胖胖虎，超级救援队，超级救援队出动！就是昨天，我收到警报，立刻直奔城镇。结果突然有一辆车从小巷子里冲出来，它看起来非常可疑。然后我，嗨，你们是？你好，我们是搜搜秀秀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超级救援总部。我们在这里训练和准备出动。我们保护整个城镇的安全。好酷，我们也想看。救援出动，勇敢的超级救援队，不管何时何处就出动，我们总是勇敢迅速，只要大声呼叫，超级救援队救援出动，超级耶，需要帮助随时呼叫，警车受伤时随时呼叫，救护车发生火灾随时呼叫，消防团飞在天空上，直升机勇敢的超级救援队救援出动，超级耶，需要帮助随时呼叫，受伤时随时呼叫，救护车发生火灾随时呼叫，消防团飞在天空上，直升机勇敢的超级救援队救援出动，超级无敌超级力量，充满力量，当我们聚在一起，聚在一起解决所有困难，一二三，勇敢的超级救援队出动！现在你们知道超级救援队都在做什么了吗？知道了，真是太酷了！本来我长大后想成为一只恐龙，但我改变主意了。哦，恐龙？对，他以前想当一只暴龙。那现在你想变成什么呢？我想成为一辆酷酷的消防车。那我想要成为一架直升机，飞呀！真的吗？莱迪、罗杰、弗罗斯、克劳迪亚、胖胖虎超级救援队。